走了、啊。还好还送你吗？坐地铁，坐地铁。这个时候地铁全是人了。哎呀，能有北京地铁人多？你好久没回来吗？季阳，好久不见，加个微信噻。没有微信呢，还啊？咋子？我不是关他们了吗？我有钥匙啊。我都到咱们街道办来了。小朋友，你干啥子嘞？干啥子？都这个年纪了，哎，爸，开网约车。这剧本难看，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。封皮儿都比你们难过。王丹，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呢？压根就没想跟我们说，对吧？跟你说有用吗？啊，不让你不担心吗？我晓得你忙，我以为给你买个电动牙刷，发个红包，我都最关心你了。对不起啊，老二。十多年了，在成都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。老同学，你现在是不是还不太适应？我适应啊，我可以啊。真的？真的。就好像敲掉了时间的阻。是你啊？是我啊。你会在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吴云，发现一些边边角角。是父母的呢，总是想了解自己的娃娃。好像原来啥子？那剧本杀。你怎么这么都知道？在一个地儿待久，就是在一个壳里。是不是阿姨？其实你的肉已经跟这个壳粘在一起，长在一起，嵌在一起。哎哎哎！新的一岁了，我先开始。